子午镇是我国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。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，在这个小村子里也发生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故事。那年暴动失败以后，咱爹下关东都快10年了，连封信也没有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南姐夫也是那年走的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哎，谁回来了？秋芬姐，秋芬姐，我告诉你件大喜事儿。什么大喜事儿？你别傻笑，倒是快说呀！ 你别着急呀、你让我喘口气儿嘛。不说拉倒，俺不听。我说莽撞，你要糊弄俺们，往后需要缝缝补补的，俺们可不管了。哎，我说，我告诉你啊。俺沁山哥回来了。什么？真的？你见着了？我在哪儿？我没见着。那你说他回来了？是这么回事儿，俺当家的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，想派款买枪成立民团，叫俺到山里去送信。大嫂，这是什么军头？哦，那是老红军，听说是从江西过来的，一直打了20000多里呢。小鬼，从哪儿来呀？我看你不像是山里人了，深宅县来的。深宅啊？哪个村？子午镇。子午镇、来。我给你打听个人，你们村有个叫吴大印的吗？有啊，那是我吴大伯。他家有个女儿？不，有两个，大的叫秋芬，小的叫春儿。高庆山家的人还在吗？都好好的。哎，我看你好面熟、我跟你打听个人。谁？你认识有个叫高庆山的吗？高庆山啊，他是俺秋芬姐的男人，10年前投奔红军了。
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还说什么来着？还说俺秋分姐喜欢庆山哥，喜欢你可厉害了。哎呀，胡说些什么呀？哎，怎么了？俺说的不对啊？俺冤枉你了？去去去。哎，我问你，他穿的什么衣服，什么鞋？你问的谁呀？就是那个老红军呗。老红军？你真傻。我看那个老红军呐，准是俺姐夫。可不怎么的，怪不得我看得好面熟，他一个劲儿地盯着我，我看准是他，准是南庆山哥。哎呀，我真是的，我要是早点认出来，就得好好盯问盯问。真可惜，听说他们第二天就开走了。开哪儿去了？那谁知道他们开哪儿去了？那我也没问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好不容易找着了，又让你给丢了。这下还上哪儿找去？这个人呐，也真狠心，见了自己人也不说句实话。姐，上哪儿去？不管怎么说，人总算是找到了，我去告诉俺公公去。我也得走了。哎，先别走啊，看你褂子破的，脱下来那给你缝缝。水缸没水了吧？我去挑去。待会儿那姐俩自个儿去抬吧，免得像你当家的看见又该说了。这是提起活，他管不着。娘，哎，这块日本人造丝是专给您买的。哦，您看好看不？这孩子真会乱花钱，老娘可不稀罕。忒好呗。老头子，你瞅瞅，这东洋货就是比咱中国货强啊！啊，恭喜恭喜，少东家大学毕了业，当了什么大官了吧？过来了。哎，什么官不官的？不，南宫的上大小，是为他保着这份家业。大叔，苏儿在家吗？要我。哎，听说咱们这几个县，都归张印吴张专员管。哎，往后啊。你还是去找找他。哎，要我啊，咱家跟那张家还沾点亲呢。过几天我就看他。哎，我也得为家乡出点力呀。哎，穿上吧。哎，哎呀，看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，又破了。站好，我再给你对几针。标上。这是干什么？标上，要不就会扎着你的肉，咱俩该结下冤仇了。去吧。啊，你温大叔正找你呢。芒种啊，哎，过来帮我扎草。来了。
查细点儿。哎。王总，王总，哎，让你歇上看着鸡，你看看蛋丢哪儿去了？天热，小鸡儿在窝里卧不住，净找凉快地方下蛋，看也看不住啊。嗯，看你会说。待会儿村边村沿让世界找找去。哎。嘿，来，尝尝我从城里搬来的货吧，真正的二锅头。呵，这点黄烟给你。嚯！慢点喝，我去弄点下酒菜。哎。你们看，鸡蛋，这小子，来，尝尝男的手艺。嗯，真有你的。哎，别喝醉了，小小年纪，瘾头倒不小。老常说，保定府热闹吗？我看呐，乱糟糟的，车站上军队倒不少，可净往南跑。真怂包，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就逃跑，哼！哎，少东家大学毕业了，没混个一官半职的。毕业也是个废物，连个官毛也没摸着，哼，还不如他媳妇李佩忠呢。我看那媳妇儿是个正经人。难怪人家一进门就跑了。哎，可惜咱这个孩子打十一二岁就给人家当小做活的，他要能上大学呀，官保比那少东家强得多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喝醉了不？不听话。谁说醉了？再有一斤也醉不了，吹牛。好，来，再喝一口。别让他喝了，喝多了伤身子。还是咱们人穷命苦啊，咱们两个老光棍加一个小光棍，我说咱们这个屋也该起个堂号了，就叫光棍堂吧。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我上院里睡去，那儿凉快。
四儿。看见没有？这是什么？你要再跟别人好啊，小心这玩意儿。你吓唬谁呀？你以为我怕那玩意儿？我摸的比你见的还多呢。你瞎背着它，会使吗？你能这样吗？哎，别闹，别闹。你不用拿这个吓唬俺，俺不吃这个。俺教给你，你该这么说：苏儿，你要是再跟别人好啊，我就不给你钱花了。那我就没有话说了。算了，你爱跟谁好就跟谁好吧，反正啊，我也快走喽。上哪儿去？到南边做大官去啊。那这玩意儿也带去吗？当然带走了，路上啊不平静。你也把俺带着吧啊。那怎么行啊？嗯，俺跟你说着玩呢，俺跟你去干什么？那人穷命苦，活该受罪，日本人来了再说。哼，在劫的难逃，天塌了有地接着。哎，你这次走得带不少钱吧？当然了，都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走？哪天走我再告诉你啊。快脱衣裳睡觉吧。你可得告诉奶奶去送你。嗯。还没见个一本烟的影就往回跑，早知道这样谁当这份兄弟。开门是日本人进村的吧？不像。你上哪儿去？我得回家看看。身上带着不少钱，还有枪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得了便宜，可别忘了我。忘不了。哎，高爸，还进来睡不？让我就热窝啊！他妈的！他妈吧，刚住下又撤退，老子走不动了。别闹别闹，待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大嫂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从关外逃来的，家乡被日本鬼子占了，我们逃到关里，鬼子又占到关里。妈妈，我要吃饭，我饿了。别闹别闹，大嫂，你们在这歇一会儿，我去拿点吃的。
亚武啊，哎，这日本人说话就打过来了，你还是快走吧，啊！哎，把咱家这文书匣子，哎呀，娘啊，那地母又搬不动，带这干什么？那，反正我在家守着。再说，耀武见到张专员，说不定还回来呢。哎，哎，姐在这花。劳你们大驾了，我也不掏钱了。没关系，回头咱们再上你的船。扯淡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哟，这不是田大少爷吗？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呢？我有急事儿，来不及告诉你了。哎，开船，快！田大少爷，祝你一路顺风，早点回来，我等着你。怎么，船怎么不走了？嘿，把枪摘下来，给我。这不是明抢吗？说不定谁抢谁，县政府的八抬大车都让我们给留下了。你要是不想走旱路，我请你走水路。哎呦，我给。把钱和子弹都拿出来，省得我动手。这是我的路费，你全拿走了，我怎么走路啊？啊，这几块给你做路费，够意思吧？啊，开船！哎，大姑，哎，大姑，你别走啊，我求你点事儿。大姑啊，别害怕，我是那天晚上跟着部队一块撤到你们镇子上来的大兵，他们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，净往后撩，我不干了。当天晚上开了小差，猫这嘎达好几天没捞着饭吃，可把我饿回了。求求大姑，给我点吃的吧。你为什么不到村里要去？我可不敢去，村里老百姓都恨死我们了。谁叫你们不去打日本，专门糟蹋老百姓？哎，大姑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老家东三省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，谁不想打？马八子都是我们长官，他不让打呀！妈的！那大姑，你就行行好呗，随便给我点吃的，我好赶路。啊，要不我拿这杆枪跟你换，行吧？嗯，好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谢谢大姑。哎呦！哎，芒种，啊，快跟我走！怎么了？到那边柳子地里去，啊，那里面有个伤兵。哎，谢谢大姑，谢谢大姑啊！谢谢大姑。对了，这杆枪，我又把它卖了，也值好几十块大洋。可我还是留给你们打日本鬼子吧。给我吧。不，等你参军再给。
喝。哎，吃，好好，吃吃这个。哎，我这个俗儿啊，是真有眼力，打十五六起，这说媒的人就不断。他呀，谁也没看上，到底儿看上了个高团长。哦，我看呐，那位高团长的福气可真不小啊。哎，你看他脸上那块疤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还是阴天下雨，都那么油光锃亮。将来准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。喝好。不过，听说八路军又回来了，昨儿有人在县里都看见八路军的布告了。嗨，八路军回来也不怕。你有那么个团长女婿，只要他愿意，到八路军那儿去领个委任，至少啊，当个团长师长的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春儿啊，日本人眼看要打进来了，田村长让我通知全村，每家每户都要做一遍日本旗，准备欢迎日本人，听见了吧？啊，你家愿意做，就让俗儿做去吧，哪没功夫。俺家自然是要做的，可我告诉你，谁家要是没有太阳旗，就得杀个鸡犬不留啊。你好好的合计合计啊。不用合计，那不做。哎，你刚吃了后晌饭，到井台边洗脚，我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柳子地里浮游，我想准是一只大鸟要在柳子地里过夜了，我就慢慢的过来想抓住它，没想到是你。看你饶下了人还编歪词儿。那我是想来接接你的。你不高兴啊？亲人都快回来了，还有不高兴的？哎呀，看你把我的蝈蝈吓跑了，回家吧。哎，紧着回家干什么？在这玩会儿吧。啊，漫天野地的有什么玩头？天快黑了，怪吓人的。来，我抓个蝈蝈还给你，走。哎呀，这干什么？有话就说嘛。我是说，青山哥找着了，我很高兴。咱俩能不能成了夫妻？不能。那是为什么？你养活不了我。你小看人，俺这一辈子就永远没出息了。我说是现在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再说以后的。人家又没七老八十，着什么急呀？咱俩能不能成了夫妻？咱俩能不能成了夫妻？哟，你们这是要出门上哪儿去啊？送我姐姐上县里。啊，去找庆山哥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可真是一出正经的武家坡呀。可怜俺秋芬姐在寒窑整整熬了十个年头，总算熬个大官回来了。什么大官啊？是人民子弟兵。哟，这支队的司令，官还小啊。哎，秋芬姐，说正经的，俺正想求你赏个脸儿到县上向咱姐夫说个情儿，
满那口子也想跟着八路军闹革命了，对付个副司令就行啊。齐凤姐，齐凤姐，青山哥回来了。哎呀，在哪儿？刚到家，你快去吧。太好了。秋芬，秋芬，秋芬。什么样？偷看人不害臊？你真好看。走，咱俩一块去看我姐夫去。你俗话说，词儿不见词儿，姐夫不见小爷儿。你呀，该藏起来才是，倒跑去看他。人家是老红军，不讲那一套。再说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你忘了，我许过你的愿。什么愿？你背上这支枪，难得你到姐夫那儿报个名，在他手下当个兵，也有个照应。那我先回去告诉当家的，我不干了。忙什么？先报名再辞活也不晚。走。我说，你也不出去走动走动，总这么待着。还不憋闷出病来。你别管我，连自己的儿媳妇都当了八路了，我还有脸见人？那个臭婊子有福不会享，放着少奶奶不当，嘿，非当什么穷八路。我说等药物回来写封休书，休了他。你还用写休书啊？人家早不是你家的人了，听说人家是咱们的女县长。当家的，你这是当家的，俺不给你干了，俺报名参加八路军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怎么先头也不说一声啊？是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今年年车不好，叫俺想别的出路。哎呀，那是说吧，叫你找个难分手起头啊。谁叫你跟他们瞎折腾了？忙中啊，你可是个受苦的孩子，听奶奶话，把枪给他们送回去啊！送回去啊！哎呀，有天大的困难，哪也养得起你。咱俩冬火一场，我看你这小人本分，才这么劝你的。那怎么行呢？俺已经报名了。那怕什么呀？就说你当家的不。就说你不乐意啊？我乐意，把奶奶活先算一算吧。你不听奶奶话是不？俺一个大钱不给你。你敢不给？哎，我说你哎，啊，好孩子，说干就干，有出息。我是来向你们辞个行的。那么救了好几年的伴儿，多亏两位大叔照看我，教导我。教导你什么了？叫你出傻力气，受苦罢了。这回你算跳出去了。蒙仲，咱们这些年在一起，虽说没有大部对折，可是也有不断的小狗呲牙。这些小过节，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上。
这回你要走了，没别的，来，咱俩再喝两盅。哎，别让他喝了。家有家规，铺有铺规，军还有军规嘛。既然当了八路军，就要好生干，要学好，别学坏，别给八路军丢脸呐。要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初心要正，做事要稳呐。不要贪馋，不要偷懒，不贪小便宜，不要欺负老百姓啊！啊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。嗯，老张叔，您放心吧，我记住你的话了。这活让我干吧，快走吧。做什么呢？呵，换上二尺半，可真像个大兵了。我给你做双鞋。部队上什么都发，你还做什么鞋？先做上穿上，要不穿身新军装，下面露着脚趾头，多不好看呢。怎么？看你有点不高兴啊。你这就走了，不知道还能见面不？为什么不能见面？我又走不远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没见姐夫，一去多少年？我哪能比他呢？我这一辈子，要能成他那样，死也不冤了。你得跟他学，还得比他强，别让姐姐笑话我。啊，我记着你的话就是了。你出去别忘了我，你当了官儿也别变心。 你尽说些没踪没影的话，那我怎么能变心呢？我不信。不信？那我给你立个字据。不用了。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的，想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
好了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走吧。这个鬼地方又脏又乱的，支队长，咱们回去吧。怎么，头一天就受不了了？不是受不了，我是说高八他们住的什么盖的什么可阔气了，他过去是个土匪，现在参加咱们八路军了，不过是个团长呗，你可比他大多了，为什么住的还不如他？革命不能比这些，革命头一招就得学会吃苦。睡觉吧，明天早点起来教你打枪。哦，这毛笔字比县里老举人写的都好。高队长，工作报告写好了，你看看。不错。小李呀，我给你个临时任务，你带个工作组到自武镇去，那儿群众基础好，你去把那儿的抗日工作开展起来。子午镇怎么有困难吗？高队长，我娘家就在子午镇，父亲是个戏班老板，母亲是唱青衣的，父亲贪财硬把我嫁到子午镇田大瞎子家做媳妇。那就更应该去。田村长，不好了，日本人从城里开出来了，说不定要上咱子午镇，您该怎么办？那就快去找几个人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衣裳啊。哦，快穿上，快着。这边。行了。帽子。快走！田村长，你快看，日本皇军真的来了！那咱们说什么呀？咱们，你带头喊口号嘛！快，快点喊嘛！欢迎日本皇军！哎，老先干嘛呢？哎，你听，怎么？难道日本鬼子先到子午镇了？皇军，欢迎！这是高队长给你的。我们是高队长派来工作的。你是李培忠同志吧？哎呀，欢迎，这是我妹妹春儿。哦，到屋里坐吧。走。哎呀，你真是。
才至于把你气成这样。他回来更好，明天咱就把他接回来，到了他还得是咱的人。人家是八路军的干部了，他还能回来？你做梦去吧。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着知识的鲜血，为了挽救这罪恶的民，他们曾顽强的抗。我没说什么呀，啊！你满嘴喷什么粪？你骂人太不像话！哎哎哎，我那是说着玩的啊！我要是说错了，那就捡回来还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姐妹们，咱们别跟汉奸狗腿子磨牙，快走吧，快！你这去不走？田大瞎子的儿媳妇儿，哎，长得多水灵，可不？哎，哪个是李培忠啊？就是那个，个户都到齐了。开会了，你给大伙说说。哎，我笨嘴笨舌的，我看还是让春儿说吧。哎，你来说说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就说吧。我害怕，不行不行。哎，行，这丫头，你看你，春儿真老实。人家大闺女脸皮薄，我来说。哎呦，这不俗吗？嗯，她可是。咱们今天成立这复旧会呀。就是抗日救国打日本，眼下的任务是做军鞋，咱不能让抗日战士光着脚丫打仗，你们说是不？还是这号人，脸皮厚，嘴也跟得上，嗯，就选俗吧。我选春儿，俺春儿当主任，春儿当副主任吧。哦，当当。这军奶奶就当主任，真是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咱们马上就到各户去派军鞋，你们说？先从哪家派起呀？东头呗，还是东头？哎呀，关键是东头。不行，西头开始。去年的皇帝今年使不得了，从眼下起就得变个样。要我说呀，应该先从田家派起，他是这个新的守护，应该带个头。你们大伙儿敢不敢去啊？还是人家八路军。哎呦妈，这不是儿媳妇儿，怎么是个不敢呢？田大瞎子是老虎托生的，还是家里养的镇人猫啊？走，男带头，谁跟男去？真厉害，还是这点好。你们那一块去，快走啊！去，哎，等我，春儿，叫丈夫先生一块去啊。少奶奶，走，过来，我们刘家说什么？到您的房间。少奶奶，啊啊，李同志，李县长，田村长让您回家住去。我早就和他家脱离关系了，你告诉他。别再做梦了，哎，走。谁呀？是奶奶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先把你家口看住，进去再说。哦，俗啊！哎，俺们当家的有点不舒坦，刚盖上被子见号，有什么事儿这儿说吧。啊，春儿，你说吧。哎呀，你说吧。啊，也没别的事儿，派你家做几双鞋。哎呦，给什么人做鞋呀？这么高贵，还劳动着你们分派？给抗日战士做的军鞋。哟。什么叫抗日战士啊？哪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没听说过这个新名词儿。再说那抗日战士是你们家什么人啊？他们穿鞋叫你们这大闺女小媳妇儿出头露面的。这你少说这些没言没讲的淡话，哪们这是公事。那
该咱们做几双啊？他家该派几双？哎，他家多少地啊？那当家的，大先生的病好些了吗？嗯。啊，他家种2顷20亩地，应该，应该交7双。啊？什么？啊，7双？哎，那我们家开着鞋帽铺了吗？你们打听打听。几辈子功夫喽，咱们这个门户什么时候成了大头？谁叫你家种那么多地呀？这是抗日，抗日谁也不能有话说。嗯，这么说，哪们家还有抗日的嘞？男儿媳妇李佩忠是抗日政府的县太爷，对呗？哎，他穿的鞋脚我没跟你们要就是了，你们倒来派了我一大堆。你少说那个，有抗日的就不做了，那男人还是抗日的团长呢，那就不做了。嗯。别替你那团什么长的喽，我听着倒牙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千人欺万人压的，你勾引坏了我儿子，你花了俺们家多少丢脸钱的臭娘们儿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敢脏我的院子！呸呸！我顶死你个老杂种！哎呦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可顶死我喽！老头子，我不活着喽！反了反了，跑到咱家里来打人，黑子枪，咬死他们，枪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小王八羔子们，我非到县里告你们不可。田大瞎子，咱俩手拉手到县，看谁告得过谁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还不给我滚回去。你等着，你们别跑。我说田队长，看在咱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他们千万别生他的气啊。我说田队长，田队长，我算什么村长啊？狗屁都不是。是是，到什么时候您老人家都是村长？哎，他妈的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好了好了。怎么了？这么些日子才回来，不许我回来啊！哎呦，气儿还不小呢。是俺得罪了你，还是八路军给你气儿受了？哼！哎呦呵！我说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妈的，我200来人100多杆枪，就给个小团长当不说，还让我去受训。受什么训呢？说得好听啊，政治军事一大套，我看还不就是想把我撵出去。他妈的把老子惹急了，我他妈的。哎呀，你也太多心了。听说学习完了还能高升呢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不信。再说，一到山沟里爬山、跑步、吃小米、睡凉炕，我受那个？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你看人家高庆山，你别提他了。那个人我还摸不透。哦，回来了。啊。素儿啊，我看南姑爷说的对啊，咱们跟着那个穷小子能有多大出息啊？自个儿有枪有人，干嘛受那个穷小子管？田村长刚才对我说呀，你要是去投靠张专员，官儿准比这儿大得多。哼，什么王八话！田大瞎子的话一到你嘴里都成了圣旨，我不爱听。哼，哎，你别说，田大瞎子和张一武是亲戚，他的话八成有准儿。哎，这孩子可真不懂事。你老跟春儿他们去瞎闹混些什么？人家跟高兴山是睡在一条炕上的人，往后日本人打过来，人家拍拍屁股一走，可咱们还得依靠田村长，人家树大根深有靠山，咱们可得罪不得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。
锁，往后不许你跟他们瞎胡闹，听见没有？你别太死心眼儿，这两天前方吃紧，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懂吗？哼，我懂，我又不是傻瓜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嘛？你当我是真心实意呀？哼，我不过是跟他们闹着玩的。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了这次啊，咱们的鞋做的可都是不错，可不是吗？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现在看就差西头的了，祝他娘啊，收起了。好。哎，俺们西头的鞋收齐了啊！别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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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你们看，这双鞋最拔尖了，又漂亮又结实。这是哪家巧媳妇做的？那是我妹妹春儿做的。是春儿啊！哎哎，拿来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嚯，看看，哎呀，这春儿的手可真巧啊！这鞋送到部队上，看看人家谁得到，谁算是有福啊？那可不是。哎，看看春儿的名字写这双鞋上，该多好啊！哎，那花呢？不用了，我的名字已经绣在鞋帮上了。呀，这是哪呀？你看，哎呦，这下春儿的名字。也跟着抗日战士的脚走遍全中国了，这下可神气了。哎，神气啊！我说大伙儿都别吵吵了，全村的鞋呀都收齐了，就差田大家的家七双了。我去催春儿。天晚了，别去了，明天叫上俗儿一块儿去。俗儿，田大瞎子家军鞋还没交，咱们再去催催。俺这主任呢还不想干了呢，要去你自个儿去吧。哎，俺家俗儿可再不去干那瞎揣子勾当了，自打成立了妇救会，俺家的门槛都叫你们给踢破了。哎，你家门槛是叫俺踢破的？我看是让那些有钱有脸的人给踢破的吧。这什么话？哎，大妹子，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儿，俺脏咱自己兜着，沾不到你身上。哼，反正咱们呢也没陪着功夫陪着布给人家做鞋做衣裳。哎，春儿啊，春儿，啊，干什么来了？到他家收鞋。今天你那个主任俗怎么不出马了？没干两天半就不干了，他不来我来。哎，我说，啊，你回去吧，他家呀，连个鞋毛也没做。你跟他不一样啊。他是个破罐子，属卖渣果子的，浑身是油，只许别人怕他，他可不怕别人。你呀。本分人家的孩子，骂骂喳喳的你不能张口，动手打架你伸不出手来。俺当家的是只老虎，他老婆是只母老虎，你不怕？那不怕，看他把我吃了。哎，请。又干什么来了？要鞋。请请请。什么鞋？给抗日战士做的军鞋。抗日抗日，日本人有那么好抗的？听你的口气像个汉奸。嗯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！哎呀，你敢骂我的客人？他为什么放汉奸屁？我看你个贱人！我不当家的，你别打人呐！人家是个女孩，这说得下理去吗？臭揍活的，管起你当家的事儿来了！快去起坟去！什么？俺替你家出力干活，反倒臭了？让大家闻闻，到底谁臭？真他娘五鬼闹宅，都烦了！等日本人打过来。都把你们斩尽杀绝！你想当汉奸？你给我滚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叔，好，你打人，我告你去。好啊，男儿媳妇是县太爷，要告啊，走，春儿，跟他找李同志评评理。走。哎哎，停开！李同志。我们告状来了，告谁呀？告你公公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妇救会派他做鞋，他不做，还打人。打了，我作证。我真的。这会儿打官司还请写状子不？不用，两方面可以当面谈。哪两方面？原告和被告。谁是被告？就是你。你为什么破坏抗日政府的法令？不交军械还打人？你还真神气，你公公来了。什么公公不公公？我是抗日政府的县长。
来，还让不让咱们说话了？允许你说话。凭什么派给别家的少，派给咱们家那么多呀？这就不合理。哎，你家地多就得分得多，这是合理负担。你这是你觉着合理呀、啊？咱们就觉着不合理。不要上屋了。你为什么不叫金喜还打人？那没打人。没打，打了。我看见了，把车推倒了，还把老温踢伤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真是，你还敢赖？好了，现在人证俱在，我来判决。你破坏抗日政府法令，把你加倍做军衔。你推倒村干部，踢伤老温，要在群众面前赔不是，还要担负一切医药费，以后不许再发生这种行为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闹了别闹了，再喝点再喝点。高团长，再喝一盅，再喝一盅啊！不喝了。自打张专员南下，耀武也跟着走了，咱们家呀连个靠山也没有了，往后还得请高团长多关照啊。哎，那没说的，自个儿亲女婿还得我说了算。田村长这杯酒说什么也得喝了。哎，对对，来，高团长，不喝了。高团长，你看。来，再喝点。你叫那道士进来给我算一卦，看我今年运气怎么样啊？来来来，高团长，再抽支烟。哎，来来来，是个闲货啊！啊，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这就是高团长。来来来，这儿坐，这儿坐。高团长，请您随便说两个字。受训。训，教训之训。自赵寅保陈松为人有冤。高团长，从您脸上这块疤来看，您将来一定是飞黄腾达，高庆山这帮人是成不了气候的，您得赶紧远走高飞，弃暗投明才是啊。佩中姐，快来呀！急什么？你自己先写嘛。人家才上几天识字班呢，斗大的字儿还没认识几个，你叫我怎么写呀？写什么？给谁写呀？你先坐下，我告诉你。你先写上我姐夫的名字，下面的口气要对另外一个人说，这就难了。那平常说话嘴里说着，眼睛一斜，指桑骂槐的还可以，这写信，我这笔又不能带拐弯的。哎呀，不难不难，就照我说的写嘛。你呀你呀，人小心眼儿可不小。你想给哪个小伙子写信，就照直说吧。你看你，那不写了。好好好，就照你说的写。名字写好了，下边怎么说呀？你问他这次打胜仗了没有？我又给他做了双鞋。给谁做了一双鞋呀？反正你别管，南青山哥心里明白。他心里明白。我可不明白了。哎呀，叫你写就写嘛。你告诉他，那已经当上妇救会主任了，还上了妇女识字班，叫南识字的就是你，给南写信的也是你，你要替南好好的谢谢你。你这说些什么呀，都把我搞糊涂了。你一点也不糊涂，我说你就是你嘛，你把你的名字写上不就行了吗？故意跟难为难，哟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好好好，你说你的，我写我的，行了吧？哎，你可别瞎写呀，还得照我说的写。行行行，你就接着说吧。你再写上，今年夏天雨水好，
收成一定错不了。只要你们打好仗，不叫日本鬼子打过来就行了。嗯，完了，完了。你这不是信，是天书啊。姐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？到你这儿来还得看看黄历，摘个好赏。小声点，我们在开会。开会？开会有什么稀罕？再大的会那也开过，没见你们大白天关着门。傻丫头，你就不要问了，懂了？你先到外面玩一会儿，散了会我叫你。把这封信给南姐夫捎去。我姐姐姐夫都是共产党员，芒种也可能是，就我还不是。我一定要参加。是咱们的部队跟日本鬼子接上火了，芒种哥可能也在那里面。芒种哥呀，芒种哥，你狠狠地打呀，难得心跟你在一起。幺五啊，外边怎么样？情况很紧呐，日本人已经打到高阳了。张总指挥派我回来拉点队伍。怎么着，真要跟日本人打呀？不，国民党真有心要跟日本人打，队伍还往南撤干什么？对，娘，哎，我们的队伍回来是想牵制共产党，叫他抗不了日，你还不明白？这叫两下里加工啊！阿弥陀佛，张总指挥派我回来拉队伍。就是为了这个。哎，那你去找找高八，这小子吧跟八路军不是一个心眼儿，只要你给他个大官做，他准过来。嗨，你招惹他干什么？哎，他把苏都霸占了，往后啊不惜再到他家去了。啊，老娘们叫蜀都机场，那怕什么呀？谁？我。高团长晚上回来不？他十天半个月也回不来一趟。哼，恭喜你当了官太太了。哎，哎，别提了，那这官太太比叫花子还穷，连个零花钱都没有。你还可以找我要吗？这么说，咱们多年的交情还没凉呢。像火炭一样热着呢。自从你走了，那就无依无靠。再加上兵荒马乱的，难不得已才嫁给高八。反正俺这人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那有什么？咱们又不是抓阄夫妻。是抓阄夫妻又怎么样？你这次回来当什么官儿？往小里说，至少是个专员。是你这专员的，还是团长的？当然是专员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是什么时候学的偷偷摸摸的？进门连点动静也没有。我说这么晚了还开着大门，明灯火仗的，原来有你这么个窝囊废！你……哎呀，你胡说些个什么呀？人家这是公事来的，你看你……哎呀，你还是个专员呢，真是就怂成这样。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。这是张总指挥的代表，咱们这个地区的专员，是专门来找你联络的。哪儿联络不了，跑炕上来联络。哎呀，看你那凶样，你就这么不懂得礼法？哼，人家是专门来请你当大官的，谁让你不在家，人家还等不耐烦了呢。那你带回多少人来？不多，不多。钱带了不少。嗯，像我这样的到你们那边能弄个什么职务啊？兄弟，我保你当个旅长，比团长大多了。不过你得把人马枪支都带过来。嗯，你做梦吧，八路军能让我带着人马枪支投靠你们？哎，你不好看机会吗？等日本人进攻的时候，老头儿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子午镇。这村里有八路没有啊？你怕不怕这玩意儿啊？不怕，八路军是从来不吓唬人的，除非是汉奸。我看呀，你不像啊。呵呵，你真会看。来吧，抽袋烟。嗯。我来吧，我看你像城里人的，你是给日本人探路的吧？啊，别动！别动，再动我就开枪！春儿，春儿，哎，你看着他，我就报告工作组。好。姐姐，怎么了？部队和敌人接上火了，忙着负伤流血过多，快抬回去。快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青山给李同志的，当面交给他。快走吧，跟我走。忙着负伤了。哦。佩蓉姐，南姐夫的信。哦。春儿，情况很紧，我得马上回县里去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好好看护他吧。春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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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儿。
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负伤了，是担架队把你抬回来的。那刚才梦见你参军了，咱俩一块打日本，你跑得真快。我还真想参军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春儿，你入党了吗？ 想不想？夕阳。哎，站住！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我是高团长，连我都不认识啊！好吧。 日本人打过来了，快了！张总指挥命令我们掏八路军的老窝，把县城拿下来。据说县城里的八路军都开到前方去了。哎，哎，李培忠那个臭娘们刚回县里，你们去把他抓来，我得好好收拾他。放心吧，老太爷，这包我身上了。哎，忙住那小子，受伤回来了，就住在春家里。 你们都别动，我去看看去。谁呀？我是老常，快开门！哦。春儿在家吗？在呀。春儿，哎，芒种，高八叛变了，要来抓你们俩。听说还要去打县城，打县城，坏了，咱们部队都在前线，县里就留了几个人。培忠姐刚回去，得快点派人通知他。我去。不行，你的腿没好利索，先藏起来。 我跟你们一块去，不行我背你。哎呀，你放心走吧，让俺婆婆来给你们看家。快点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这不是要武吗？去！你们有枪不去打日本，找老百姓的茬干什么？人都哪去了？春儿和芒种呢？打日本去了。这个老东西，往县城里去了，快追！要不要歇会儿？不能歇，咱们一定要在他们之前赶到县里，要不县里通知得吃亏。 是你，芒种呢？不知道。嗯，田专员，把他先押回村，咱们拿县城要紧。哎，你们俩把他押回我家，其余的工作走。是。走。啊，歼灭清野工作你完成了，县里的干部都已经下去了。啊，对。那好，好好。
裴忠，说心里话，我一直想着你，只要你回心转意。住口！你这个狗汉奸！你尽管骂吧，反正县城已经被我们拿下了，八路军快完蛋了。这次攻打县城，高团长劳苦功高，来把这酒干了。对，行，不喝了，哎，不喝了，这杯酒一定得喝，这是庆功酒。庆个屁！高团长，高团长，来来来来来，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丸子。哎、来，趁热吃，哎，都吃了啊。娘，我好不容易拿下县城，转手又让给了日本人，真他妈的！哎，这功劳就更大了。您得受双奖。哎，对对对，兄弟可以向日本人为高团长请功啊。嗯，应该应该。娘的，爹，那丫头怎么样了？昏过去了。大姑，大姑，喝点水吧，啊，来，哎，大姑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想起来了吧？那天你救了我的命，可我没跑了，又让他们给抓回来了。要我啊，我看呐、啊，把那丫头毙了算了。爹，等喝完了酒，我亲自给您老人家报仇。嗯，报告，张总指挥的信。嗯，去吧。来，是，行，来来来，咱们干。行。什么？日本人撤出高阳？他们命令我们的队伍连夜南撤啊！他妈的，嘿！早知道日本人这么凶暴，何必狼叼了喂狗？这怎么办？那就快走吧，走晚了八路军打过来就走不了了。好，我先把那丫头毙了就走。怎么，跑了？报告，高团长已经上马了，叫你快走。妈的，走！快走吧！耀武，耀武啊！高庆山这小子打过来，非把你爹当汉奸枪毙了不可呀！你把我也带走吧！爹，不行啊！不是儿子不孝，这是军事行动，不能带你走。耀武，爹，耀武，快走吧！耀武。